那我们下一题啊，请唱出小情歌的一句。好，等等等等等等，晨哥听过没？这是一首简单。我想不起来了。把队友玩疯了。你平常都在听什么啊？这首歌确实没想起来。来吧，我得让白鹿下去一回。什么意思？白鹿，你是不是有点想下去的意思？没有没有没有。明白了，这个信号我收到了。不要不要，咱们开始吧。但别故意输啊！哎，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哎，好，来来来，演的真实的啊，演的。请准备。六碗牛肉面，几碗？六碗牛肉面，几碗？几碗？几碗？你再玩两把，你试一个，你试一个，你再玩两把，秦老师试一个。我刚没听清，真的，我刚没听清，真的是，我没听清，我要听清，我绝对，你绝对不能再下。你相信，你再相信我一次。怎么样？内斗了，内卷了，精彩不？精彩吗？来，好，各位请就位。请入座。这把不可能输。白鹿能听清吗？能听清。耳朵也需要掏一下水什么的吗？不用。来吧，快。哎呀。来吧，来吧，来吧。来，请准备。等。没事，白鹿老师能听清。我不像你，我不会这么故意，好吧？来，请准备。七碗牛肉面。什么？什么？什么？服你不会弹我的，对不对？别把手伸起来。我知道。你等会儿。等一下。你把手放心上。我知道了。等一下，我手都麻了，现在。你给我等着，你们的。让秦老师，哇塞！你是不理解什么叫等会儿吗？太突然了。我好。
好开心啊！我建议老秦一直留在飞椅这个环节上，太适合他了。我觉得他每次在空中都会有不一样的体态。还好吗？灵魂回来了吗？等会儿，爽吗？爽。你快入座呀，请入座。啊，请入座。不对呀，请入座。不是一人一回吗？这。来，我们继续了。请准备：3碗牛肉面，5碗牛肉面，7碗牛肉面，8碗牛肉面，4碗牛肉面。你们伙儿，你们伙儿第一个。4碗牛肉面，4碗牛肉面。这不是我啊！等会儿，谁呀？他呀。他，你是我吗？你不是他吗？他是你。那谁是你？后两个是我们俩。过一回。来。西游记片头蹦出来的那个，真的当然当然就从石头里蹦出来那个当然。我待会儿，确实我待会儿。爷爷，你还要坐上去呢。你来这儿待。今天这个入水小高潮就是他们的内斗，绿队内卷，内卷。哎，注意力呀！你来这儿干嘛？啊？不是注意力，注意力，注意点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下半场游戏了。城市接龙，每一个人说出一个中国的城市名，后一个人说的时候要重复之前的城市，再加一个新的城市。北京。北京上海。北京上海乌鲁木齐。一旦有人说错或重复，对应队友即刻被弹出，累计飞出次数少的队伍获胜。反正白鹿肯定全是横店。准备好了，来，开始。北京。北京上海。北京上海乌鲁木齐。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石家庄兰州。河南是个省。河南是个省。来吧，飞吧。飞吧，飞吧，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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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从晨哥开始。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厦门。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乌鲁木齐厦门昆明上海横店。横店。横店也算城市吗？是啊，它是东阳。不是。啊，对不起。横店是个镇呢。你知道是你说错的，你知道吗？知道，这我忍不了。去吧，钱总。报应啊！来吧。哇，180旋转。那
似乎是有一点点紧张啊。一二三，好了，非常完美的起跳，下肢，再看回放，有，难度是5.2的动作，整体180。他下次进去就可以翻个面了，就是这样。不用了，没有必要。没事儿，没有必要。我跟你说，老秦再弹几次就可以进跳水队了，已经快练会了。下个目标要练360，多让他练几次。哎呦，你还知道哪些城市？挺多的，其实。李，挺多的。你算算哈。来，从这边开始。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北京。兰州、上海、石家庄、昆明、大理、北京。北京。卡了。先觉得老秦了。哎呀。我不想玩了。脑子里城市很多。金华不刚说地儿。就是想不起来呀。脑子里当时是不是又是横店出现了？当时琢磨横店好像不是，是金华还是东阳？到底是什么呢？还是横店？他要再说一横店，我更来气，真的。很多歌手来说，想要完美演绎一首歌曲，记住歌词非常重要。那接下来我们这项任务就和歌词有关，请来领取任务卡。太好了，有你们两个在，我记不住词。我们这一趴叫我不爱记歌词。哎，那说的就是我了。每组一名成员听写歌词，另外两名成员坐在倒影上。回答错误字数最多的一组落水，最终积分多的队伍获胜。就是空出一句嘛，歌词嘛，谁把这歌词填写的字数越多，谁就越赢嘛。是的。这等会儿会掉水里头吗？洗浴队，摩托船呢？没贴我吧？没贴呀。有没有？没有。嘿嘿嘿嘿。我刚刚感觉到这是谁贴了一下。你是你贴的。为啥是我呀？正是你呀。正是。来吧，咱们都跟他有个安全距离。那我们开始了啊。啊，我压力好大。请出第一首歌。阴谋的谋。用阴谋阳谋明说。3、2、1，体量题板。我们完了。你最后一个字是错的，他最后一个字是摸，不是谋。谋吧，要不然他阴谋阳谋。快，赶紧，他们要。不是，我看你。但最后一个字不确定是谋还是摸。先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全对吗？全对呀、暗夺。哦。
要接受惩罚的是粉队。别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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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出汗了。哇，这有点紧张的这个。不是我，我都有点紧张。会按错的，手一抖，别坐好了。我们上海之前，你告诉我没事行吗？看我粗鲁，我真的慌。哎呦，不行，太紧张了。我的发型白做了，没有发型了已经。你要帽子吗？有。王苏龙偶像包袱，180斤。来，请出歌。我出力啊出力啊，我是这么害怕，我出力。视角不害怕，可以再放一次吗？吹呀吹呀，吹呀，我赤脚不害怕。无所谓，扰乱我，扰乱我。稳稳的，稳稳的，这会儿稳稳的。体量体板。对。哦，都对了，都对，哎。太简单了，而且放太多遍了，只放一遍，导演。哎，有人说太简单了，他们在质疑。导演，我觉得你们很棒，但是有一点点小毛病，就是你们放太多遍了。你们可能是太忙了，各位导演。不是对导演组，放音响的那老师呢？我真的不是针对某个人，我是说你们全组，你们全组。来，上歌。优雅的漫步绿点的草坪，人鱼在时刻墙壁弹奏的抒情。情愿屋顶优雅定制的黎明，颜色暧昧的勾引，我已经开始熟悉。小朋友，小朋友们都好大。老师，这个回可能得再放一遍。我太年轻了。老师，刚才吧，我们队确实说的不对。还带这样的呢？用拉丁池的秘密，用拉丁池，优雅。约会不定，约会不定。哎呀，吓就吓吧，来吧，挺热的。我们是字儿凑的，我听到了一些字儿。对，中间有什么我什么我你，然后后面有一句拉丁式的黎明。啊，拉丁式黎明。哦。也会笃定优雅的定颜色。你看你都没唱下去，唱不下去，就是也会笃定优雅的定义，反正大概齐了。乐坛的抒情，也会不停拥抱，用拉丁式的秘密。咱可能错了，人都有拉丁式的秘密，拉丁式。接下来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而你在时刻墙壁弹奏专属情乐，不定有拉丁式的。啊，我们对了后面这几个字。拉丁式的黎明。哦。可以，稳了。哎，别改，大林子。哎。我那意思告诉大家，我对了一个的。你只对了一个的。是的，好，来准备，哎，来吧，憋口气，有点慌了，这个有点慌，肯定慌，它是有一定高度的，没事，你下去你就知道很简单，坤哥没事了，真的，没事，It's okay， 现在只剩蓝队了，蓝队加油！现在就剩蓝队没下去了啊！还有几题，导演？还有几题？还有好多题，还有好多呢。这直到我们下去之后就没有了，是吗？你猜对了，是吧？
来，请出歌。可以，哇，完全完蛋了，就不会啊。这蛋糕就这回蓝队总该轮也轮到你们了吧？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呢？一个字金曲没听出来吗？蛋糕，哎，简单的不是简单的，是蛋糕啊，蛋糕啊啊啊啊！怎么我经理，他是周深告诉我的，我经理不是啊，是。鸡蛋糕是鸡蛋糕，简单的鸡蛋糕怎么变鸡蛋糕了？我觉得是，我觉得不是，这题绝对稳了，别再下去了啊！这题绝对不会下去。这题如果我们输，我就从这六个一个下去一次，一个下去一次，下去六次。如果这题我们输，我也六个下去一次。揭晓答案，看那边。中老年还在那儿商量呢，写个是不是这样？我跟你讲，就算输了，再写个安慕希也没事儿。真的吗？真的。蛋糕的什么什么嘴角，然后后面写了个安慕希。不是，安慕希是怎么回事？吃蛋糕配安慕希。对啊，留在了嘴角上。对啊，这个叫什么？求生欲。满满的求生欲。鸡蛋糕和你嘴角果酱，我都想要尝。鸡蛋糕吧，是鸡蛋糕吧？啊，完了完了，咱俩可以走了。那这一组要接受惩罚的是蓝队。哦，终于到蓝队了。手放膝盖，放松放松，请注意安全。很紧张啊！我的天哪！不怕，别害怕，赶紧下去吧，别在这等了。手放膝盖，放松放松，请注意安全。很紧张啊！我的天哪！不怕，别害怕，赶紧下去吧，别在这等了。加油！天哪！哇，好可怕！看到了两个巨人，下一题是抢答题，我们专门为大家请到了桂林本地的说唱爱好者和 B-box 达人为大家出题。郭老师好，郭老师好。他们会用说唱的方式念歌词，三队抢答，谁答对了，其他两组倒下去。率先答对歌名的人获胜。答歌名啊，行。不是这样，我们一会儿该崩我的时候，我再坐这儿来，行不行？我现在坐这儿有点害怕。可以，真的不吓人，不吓人，不吓人。我保护你，好吧？你保护我，我保护你。他一弹，我就给你踩住了。那行，他一弹我就下来。请出第一首歌。哎哎，剪一段时光缓慢的流淌，流进了月色总微微荡漾，总微微荡漾。荷塘月色，凤凰传奇的凤凰传奇。剪一段时光缓缓流淌。哇，钟声好强啊。哎呀，玲玲要下水了。今天体验一下，体验一下，体验。没事没事，体验，别怕别怕，关键想出来，没那么吓人。我今天你可以的，来。麒麟。完事了，麒麟。上了，不是，关键我也回答上来了，凯哥手没有你们快，真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我跟着我拍你荷塘月，荷塘月色，流进了月色，总微微荡漾，荷塘月色，凤凰传奇的，
到你们那儿已经说了。有没有人还没下过水的呀？有，周深老师。来一回，真的来一回。我是个不喝水的鱼。请出歌。行。有，哎。有啊，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把话都说不出去，勇气是天意把话都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有点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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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甜。有点甜。回答错误，回答错误。不是不是不是，一路上有你。张学友。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我欠你们的。是上辈子我欠你的。你知道吗？爱你妈，爱你并不容易。我说怎么这么熟啊？这个游戏我们下去就结束吧。这游戏都快结束了，周深还干的呢，周深还干的呢。这样的，我们这一题不惩罚了，好吧？我们还是听歌词儿。好。为什么改再一次，就为让你下水，你知道吗？来，请出歌。我跟沙溢老师两个人，每一轮都只是这样看着龙龙。是你想说万？我知道了，这个。只有像风捉摸不住。请亮题板。像手腕上散发的香水味。哎，跟我们一样。像诗人上散发的香水味。先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是手腕，他写的手腕，我改的诗人。找到了蓝队的弱项，蓝队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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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队也会输啊？这我们付出多大代价呀？夸夸夸往里跳啊！你们队也有今天。现在就我错了，没有下去。下吧，下吧，下吧。你不能一个人干着呀！来来来来来，加油加油！可以吗？真的不行，我来。没事，我可以。没事，我可以。这样，我在水里等着你。哇塞，小心我别撞着你，你去那儿。没事，我在水里等着你。你是一条鱼啦！我现在都已经习惯了，我上来我还觉得没有回归我的大海。OK 吗，周深？我可以，但是我隐形已经冲掉了，我看不清大家。啊？冲哪儿去了？我不知道。啊？冲池子里去了。等一下，眼镜啊，眼镜掉了。不是。是冲池子里。等我一下，隐形眼镜是这么找的吗？在眼睛里，他转在了眼睛里。啊，回来了，啊，回来了。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找隐形眼镜是这样吗？我们最后一题啊，这首歌我们出的是李老师的歌，但是李老师你不能提醒。来，等于先把李老师弄下去。好，过来，过来，过来。好，你的歌，你们上那儿干嘛？不，李老师，你穿的是蓝色的衣服吗？他坐这儿。你小心，他把那个标贴到你身上。什么标？标没有了。那为了公平，我们队也可以不要沙溢哥，不要沙溢哥。你去那边吧，沙溢哥。来来来，你过来，人家不要你了，人家不要你了，你过来。都知道我多余是不是？人家不要你了。行，我在这儿干扰蓝队。好嘞。好
请出歌。有个地方睡觉吃饭，这首歌我可太熟了，这歌我真会。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日夜颠倒连头宽，墙板被我砸烂，对吧？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万人请亮题板。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哦，都对了。哎，完了，背诵全文了。没有，写错了，写错了。我给你标个音啊。别改，别改。没改，写拼音的。他们还涂了一个字儿，太过分了。砸，我他之前写的凿，被我凿烂，我都看见了，讲的是凿壁偷光的故事吧？我知道，成语改的就是这个。砸，这一轮答错的是粉队。哦，荣浩，你是那个队的。我蓝色了，你们那我错了，我是这个队的。刚才是他们队把我清出来了，我从那一刻跟他哥跑断义了，就。我不是那队，我是蓝队的。快点的，你这你哥，你这。我来。这，你变得挺快啊。不是，你刚才答案出来了，你给哥一看，我说对，一个字都不带差的。我们是要三个一起下吗？没有，我帮你下就行，你坐着吧，加我一个吧，好不好？是吗？那坤坤替我吧，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你。没事，我想玩。谢坤哥，谢坤。这样，我们大家一起接受一个惩罚，就最后一个环节哈。这怎么到我最后又成一起了呢？来，大家一起接受一个惩罚，快！你看看现在坐在上面的，没有一个是粉队的。我不同意，我现在也不是粉队，我黑队的。我黑队的，没有回归我的大海。你沙溢哥太惨了。每个椅子上都是最后一个下水的，他太重了，太重了，抬不动。哎呀，没办法，没办法，哎呀妈，就这么跑也没跑了。恭喜这一轮获胜的是蓝队，接下来先请蓝队来抽 CD 销量。哦，我们发言人抽一下。什么？哎呦，厉害嘞！咋还有百位数呢？大了我这数啊！热销，这真热呀！几碗胡辣汤，你要几碗胡辣汤？五人站成一排，按照导演报出的数量依次下蹲，一旦出错，队友即刻被非议弹出惩罚。我们先来试玩一下，两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哎呀，两碗胡辣汤。哎，又错了啊！三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四碗胡辣汤。哎，好、哦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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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还是你、啊。两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三碗。你看他慢了。我觉得，哎。开始吧，真的不要这样对我，真是折磨，就直接开始。
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我希望我不是第一个让你下水的。第一个让你下水的。记住，听清楚啊！记住，预备，记住。哎，讨厌！一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四碗胡辣汤，五碗胡辣汤，五碗胡辣汤。我算了吧，太老了，我算了吧，太老了。思文，各就各位，一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四碗胡辣汤，五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四碗胡辣汤，五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四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感觉整个泳池都喷出来了。我弹这么远。三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四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哇！一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五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四碗胡辣汤，四碗胡辣汤。喂喂，
让我飞一次好吧，让我飞一次好吧。Angelababy 出错的话，郑恺带飞，已经快成微波炉里的烤鸡了。两碗胡辣汤，一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两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三碗胡辣汤，恭喜陈队成为第三名。粉队请上飞椅。出来！我告诉你，我是棒子。九六，我是八九。你要拿出来！是我们俩，棒子，是我们俩。啊这种海洋生物对我来说，真的，我离海太远了。好，第一组，郑恺和小鹿。我可以捏他的气球吗？哎，捏他的气球，你不就爆了吗？对啊，你捏他的气球，你被弹出去。你的脑子可真棒。好，准备，三二一，开始，开始。憋不住，哭什么哭啊？快点啊！根本追不动啊！郑恺的肺活量大。受不了，受不了，真的受不了，我得离远一点。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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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晕。小鹿，你完了。加油，加油，可以的，可以的，赶上，你比他大。有点缺氧。快吹，别说了。我跟你说这个快吹，哎，我跟你说，我给你捏手试得了。不，你吹了你才知道这有多难。不，你吹了你才知道这有多难。这完全就是跳水运动员的那种感觉吧，应该那么高。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这水什么味道啊？好喝吗？没喝。我感觉我能试试。接下来，请下一组出战。我今天是28米啊。好，准备，三、二、一，开始。哦，哦。哎，人家是气球大。阻拦是脸大，阻拦的脸是一张求生的脸，比气球的颜色还深啊！阻拦真的，哎，哇，阻拦可以啊！哇，哇，哦哟！请问一下，你刚才在空中，你说了句什么？你说了，等，城市之光，城市光。对，他生命在做口播。接下来，请下一组出战。陈哥和我的组合，最强的体力和最强的大脑。孩子，妈妈尽力了。陈哥，到妈妈这里来。被吓死之前，我想跟我的孩子说一句话。孩子，我年事已高啊！啊，我年事已高啊！我还有未来啊！我白发苍苍啊！我身体不好啊！你要再说下去，我跟你说，你自己演一个弹下去。现在弹幕上肯定出现的是弹弹弹，双弹，两个一起弹。好，准备，三、二、一，开始。从来没看过组合这么拼过，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拼过，这真的是。你想说吗？手里捧着我，我真的，你说，刚要怼进去，我真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我也是，而且我们两个的脸像大了一圈，你知道吗？我们俩现在是胖头鱼。不是，你怎么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小了，陈哥那个，越来越小了，陈哥那个。等一下，别动！你看，陈是把口放开的，他是把口堵上的。为了我的孩子，我放弃了。为了我的孩子，我放弃了。你来了。
你来吧，为了我的孩子，我放弃了。你来吧。没有留情了，这还母子呢。话是这么说，话是这么说，还是在努力。啊！啊！啊！我不敢吹了。你不吹，显得我很弱呀、啊。我不行，我真的特别怕气球爆那一下，超怕，超怕。那你拿到我这里是哪能意思？哎呀！干什么？我什么都听不见，为谁设计的？太可怕了。走吧，来。刚才是这个崩下去的是吧？上一把是哪个崩下去的？好像都是这边崩下去的。没有，那我坐这边。没有，这边崩下去过。小鹿是从这边崩下去的。小天是这边，黑牛是这边。请问坐哪边？跟你们肺活量有关系吗？来，准备，三、二、一，开始。我真的很怕人，那总得要抱吧，才能让他既合理又。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洗我。对不起，我刚才就是，你看我放在一点，放在一点，我放在一点，你也放在一点。我肯定吹不过他，那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别的更好的主意吗？没有，没有主意啊。你好像隐藏真的很怕这个，那怎么办呢？我不能让他抱。你以为我不怕吗？谁也是。他的大，快吹呀！没有，你那个越来越小了，漏气了，越来越小了。那我们离他远点。对了，对了。飞了，放弃了，他放弃了。等一下，让我说两句。OK， 好，让我说两句。我尽量做到很帅，把我最帅的，把我最帅的，
最帅的。好帅，帅爆了，偶像派。啊，到我们了，妈妈，我真的想逃跑。来吧，耶耶。啊，会不会死啊？天哪，真的。想选哪个？行，加油。我想说，我已经少来八级了，为什么不把这些我最害怕的东西先玩了呢？非要把挤压板啊、飞椅啊那些留到现在给我？因为每一期都很害怕。好可怕！哇塞，好紧张啊！手都麻了。小迪，小迪已经绿了，你知道吗？你看他表情已经绿掉了。小迪已经要吃正气丸了，已经。小迪已经要吃正气丸了，已经。正气丸。回魂丹啊！对啊，他要吃回魂丹了。啊，我能不能先喝口水？可以，好多，这里好多。可以，好多，这里好多。不管我们俩谁输了，能不能给我们多一点准备时间再下水？我以为说给你们多一点掌声呢。准备时间，准备时间，掌声我都听不见了，那个什么。真是在帮我打气吗？真心害怕。我觉得要快一点，他手都冰。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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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三。二一开始。哎呦，这是拼尽全力的。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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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热巴的肺活量略大一点点，热巴的肺活量略大一点点。真是给吓人了，我感觉有点热巴，我怎么好可怕？哇 ，baby 走都走了，哦，差不多，哇，baby 把生孩子的力量都使出来了，哇，哇哇哇。我觉得你要昏过去。这两个氢气球吗？要不然俩人同时撅过去了。你们俩要不要？没事，放松。我的舌头都麻了。没事，调整好，不着急。调整一下，麻了，对，舌头肯定会麻的，我们都麻，我们脚趾头都麻了。刚才推的时候我连头都推的，对，该来的总会来的，对，别太使劲，有一点点就好，对，把腰挺直。我不会游泳。没关系，可以的，很浅，这别放，先把气顺一下，加油，不怕啊。他是惊讶，好美呀、啊！这个表情，他的表情是 unbelievable。这个花痴就是原来是这样的。
来，一二三，走，你抓那边。OK， 可以，劲儿大的是吧 ？OK。接下来，老师会和你们共同接受考验。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们不仅仅要判断出启动惩罚的词语和动作，同时还要在强干扰的环境下记住和老师聊天的内容。而在时间截止之后，我们会对大家进行提问，回答正确的一组可以获得最终的线索。现在倒计时开始。今天跟大家来聊聊抗压的话题。好，我特别想问这个陈赫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其实我们经常会发现，经常会演一些喜剧作品的演员反而容易抑郁。是我太抑郁了。是吗？你们听不见陈赫说什么？我抑郁啊，我压力大呀。是吧？哎，你什么时候特别容易抑郁啊？我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孤独啊。孤独啊。发生什么了？按错了是吗？我不会这样突然的吧？会，会。我孤独啊，我一个人的时候孤独啊，我寂寞。你在试哪个话能够让他们下去是吗？我们继续聊啊，继续聊。你知道很多喜剧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就如果你很卖力的表演，但是。表演，表演就要掉下去了吗？啊，我知道了，你们俩聆听的那个状态不对，还不对吗？对，你看邓超一直特别专注的。你看，虽然说邓超什么也没听见，但他在表演听。哎，老师，我问一下，像邓超这种表情是压力就很大，对不对？我觉得对他最好的减压就是他的这个座椅坏掉了，喷你耳朵，为什么？我现在有点崩溃，我真的崩溃了。这是什么？这是我聊过的最残忍的天，我也不知道。我现在都不明白是什么游戏规则。你那个一会儿原地爆炸的。我们这是相对安全的区域，不要找了。这好啊。这个环节好啊，真好。我们接着聊啊。哎，你知道那个最近陈赫做了爸爸，好恐怖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不上去了。邓超，你先坐回去。你们要帮我们把游戏玩明白。我不要玩。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游戏规则是什么，太可怕了。你那还得坐回去。哎，你还没有回答问题。做了爸爸之后，会不会觉得特有压力？我是爸爸，就算答案吗？哎，你做了爸爸之后，会不会觉得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回不回答？别聊。说多错多。做了爸爸之后，会不会觉得特有压力？没有压力。没有压力，觉得很幸福，每天都很快乐。是吧？解压，特别解压。跟那个女儿待在一起，特别舒服，完全没有压力。哎，那我特别想，那我特别想知道你。我说，哎，你平常都怎么解压？这都哪儿跟哪儿，就给扔了。这个，真的。哎，不是谁坐就弹谁吧？你坐下来，你们这样让我分神的。我怕我刚上来就下去了。这是一个很有压力的聊天。我上来就是为了下去了。其实，在解压的这个过程当中。
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虽然大家在刚才现在在玩这个很刺激我没有说什么吧虽然大家在玩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是我的口语是吧这个习惯我是很难克服这个就是他这个是你自己说的吧那个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真的是你自己说的这个是这个我知道的只有这个那这个是哪个呢这个你说这个呀我说是这个我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死了还不如不知道我们接着聊啊你知道其实就是多吃水果啊是多我觉得我没有说新的词儿什么是我懵了吗刚才不是说如果你要是在如果再来个如果就是如果在特别寒冷的环境下也会觉得很有压力我是如果和水果只要有果哎你知道其实那个尤其是睡前的时候睡前大笑是一种特别好的解压方式那不会把自己弄得很亢奋吗没有啊大笑是一种特别好的老师手别动好的运动手别动老师你手别动我求你了老师你别不要老师姓苏老师你真的要把头发稍微捋一下Interesting. 我也有神力了我还是不会唱我怎么会唱我现在有兴趣了等一下我现在要搞清楚我为什么下去我搞了这么久再来啊我再来什么让我下去我没有办法让你下去我刚刚都太害怕我之前全部在害怕所以我没有记住任何线索来让我下去你要多吃水果和蔬菜才有用还是没有看到来老师你说吧陈哥太坏了他这个东西啊真的多吃水果和蔬菜会好吗如果你们真的喜欢没有关系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Keep rolling 其实游泳是一种特别好的解压对我刚刚看的时候还在担心因为我知道你受伤了担心我今天主要想来谈一谈很简单的亲密关系中的沟通我们知道都是在沟通嘉义你可以小心一点现在我有点压力蛮大的坐立不安哎压力是上一个话题我现在已经不敢动了知道吗我现在已经不敢动了不敢动喷我干什么接下来啊我们尽快的把四个耳朵说完我们感受的耳朵其实我们就会听到我们
我的是主题呀、啊。对、啊。我们刚刚在讲的就是亲亲。这回你耳朵比谁都贼。如果说我们就没有办法。这样，我们要。就是我们讲的。我们。你们让沙溢休息一下好不好？他上面的水来不及冲啊！老师，别说我了。可是这个词还有什么词可以替换？你就说大家，说大家。大家好，大家。看来这个只是一个口头禅，对不对？不经意的一个口头禅就会引发。大的反应吗？我觉得沙溢老沙现在有点太惨了，我想帮老沙试验一下。好，你看，我帮老沙试出来了，我爬都爬不动。其实我们讲的沟通就是聊天嘛，对吧？对。太棒了，你哥刚才那个反应太绝了。我们这样放一个。好吃。一哥已经疯了。我错了，不要再说我们哈，我记得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公不公平，一哥，真的不怪你。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也不怪你，怪我。我们。老师，这个你若说不是故意的，也说不过去了，真的。一哥，刚才你就像那个在水中的雕像一样，你知道吗？一直在冲着水。我就想讲一讲关于倾听的四个耳朵。首先，第一个耳朵是观察的耳朵，它是在讲一个客观事实的层面。倾听的第二个耳朵是感受。什么东西啊，我现在也是挺懵的状态。您接着说，没事儿，没关系。真的很简单，很简单。什么情况？怎么了？接下来倾听的第三个耳朵，其实简单的一句话里，他也在表达他的需求。我有点担心，有点满意，不高兴。倾听的最后一个耳朵，就是在表达请求。他在讲的是，今天回来晚了，我有点失望。啊。为什么他每次都不一样？我都没有听到你说什么。我们还没有说呀。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每一次都不一样啊！我这里什么东西、啊？都不一样啊！我这里。您接着说，没事儿。好。No。 继续说，老师。放弃了，算了，我就听听故事吧。我觉得你就在这儿拿个肥皂洗澡吧，真的。你就不要再猜了。没猜了。
好痛啊！大家注意观察啊、哦！大家注意观察。我去拿个洗发水什么的，洗洗澡啊，在这里搓搓面膜。郑恺跑了，哎，郑恺可能回上海了。搓面膜。嗯？干嘛？你在这吃水果了？准备已经开始。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几位不同职业的热心市民，他们带来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垃圾，然后这些垃圾的味道会通过空气炮发射给你们。空气炮？空气炮是什么？直接打脸上啊！哦，这个好吓人啊！闻完空气泡之后，要猜出他们带来的是什么垃圾。每一组呢会有三道题目，输的那个人进入忏悔环节当中，决出垃圾大王。好吧。哦，就玩嬉戏了，已经玩到闻垃圾了，都开始。一定要让我们做那么有味道的男人吗？来吧，我们有请第一组李晨和宋雨琦。为什么？为什么？请两位就位。哎呦，真的不想玩。我也是，不行，我怕。等一下，谢谢 baby 姐。我能等第二趴再玩吗？不行，不能。来，为什么？我要有好多字不会写怎么办？拼音。我要拼音都不会怎么办？我不能玩这个游戏。直接飞，你要写不出来的话。直接飞。直接飞。哎呀，搞得我越来越紧张。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市民，他是一名品酒师，他究竟会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垃圾？老师，你直接告诉我就行。加油。好臭啊。这跟酒有关系吗？哎呦我去，哇好臭啊，炸鸡窝味儿，炸鸡窝。请两位写下你们的答案。请公布答案。你是自我放弃了是吧？啊，猫屎咖啡。不要公布答案了。我的天哪，等一下啊，等一下啊，拜拜 no。制空的，你感觉个，哇，飞了半天，好高啊！这个风格。请我们的品酒师来揭晓一下这个题的答案是。这个是我昨晚吃剩的臭豆腐。真的，我天哪！对，因为你写了烂豆腐，它其实也算是对了，所以恭喜你回答正确。哇，我真的瞎蒙呢。厉害厉害。这你都闻出来了？不是，我真瞎猜的，我就觉得烂东西应该只有烂豆腐。哎，你们告诉我，你能猜出这是臭豆腐吗？能啊，一闻就闻出来了。一闻就是，一闻就是臭豆腐。为我机智鼓个掌。
不是，我觉得他们肯定会用一些什么很奇怪的东西来，我想着他们会搞怪的。不是，人家就是市民产生的日常生活垃圾。我们家四只猫，怎么不可能日常生活垃圾很多猫屎？那我每次铲猫屎的时候就是这个味道。你们家猫是吃豆腐长大的，是不是？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热心市民是一位兽医。这个有可能了。兽医。好。这个有点像。再来一次。这是什么？可是这个有点像了。我觉得像。我完全闻不到味道啊，香香的。是不是放了一只猫在里面？喵，咪咪。请公布答案。又是猫屎。又是。我跟你说，他是兽医。直接谈吧，直接谈吧。不可能。就是你了，谈吧。它是香香的，没有完全没有臭味儿。这一题回答错误的是。哇！我是不是天才？值了。我们请这位热心市民来揭晓一下答案。是狗粮，剩过期的狗粮。狗粮，你看你范围要写大，知道吧？厉害厉害，这你都闻得出来，哇，太厉害了，好厉害！我觉得有猫粮的味道。哎，你告诉我，狗粮怎么可能是剩余的？过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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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期的。我太及时了，我的天哪！陈叔，加油！我猜宠物猜的对不对？对。但是，垃圾屎那个才是垃圾啊！它只是食物的源头，你想到了食物的结果。我们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只不过经过了一个消化的过程。我严重抗议。不是陈儿，那我问你，如果现在有狗粮和狗屎让你吃，我为什么要吃狗屎？我为什么要吃狗粮？你告诉我。我们马上迎来最后一题。李琦，咱换个位置行吗？行。我这边有点背。我要证明一下，跟位置没有关系，是智商的问题。哎，那你坐那儿吧，好吧。别，我跟你换一个，真的有点背，这不行，不吉利这个地方。接下来的这一位热心市民，他是一位游泳运动员。我知道了，马上我就知道了。Let's get it。啊，怎么都知道了？请两位公布答案。好，这一轮更不接近这个垃圾的成员是。我太高了吧！我感觉他都要撞到上面了。Baby 和 Lucas 出战。Yes。Yes， 你跟我有什么 Yes 的？我们俩差不多半斤八两。不是，我刚刚发现了 ，Baby 姐好像有点……我对味觉真的不太敏感。来，让我们请出这位热心市民，他是一名厨师。厨师啊？怎么找的？哇，马云！哦呦，马老师！马老师！马老师，哇，有人说你像姓马的吗？有的误会我姓马，误会呀，太像了。
有请。好痛，好痛。哦，好呛。二手烟啊，不是二手烟，是叫二手臭。我眼泪都出来了。来，请两位写下答案。烟的味道，太呛了。OK， 准备下水。辣椒酱、胡椒粉，请两位准备。好。辣椒酱猜对了，是辣椒。还好吗？还行。爽吗？我已经打算好了，已经。那你一会儿继续飞吧。好，来，我们接下来的热心市民是一名食堂采购。太臭了，我闻不到哎。够够。不是刚刚那一下太了，哇。OK。等一下，不好意思，再来，可以远一点，远一点。1、2、3，go！OK，OK，哥哥。可不可以给我这样一下？我闻不到。OK，OK。我闻不到。可以近一点吗？很近。Baby， 这个超臭，你在干什么？我闻不到。你这么臭，你闻不到？我味觉真的很不好。我闻了一下，我就要吐了，满屋都是这味儿了。我真的闻不到，我闻到是香的。王中王是你了，好不好？请两位公布答案。烂蛋类，烂果皮。烂蛋是什么烂？是什么蛋？那个榴莲。榴莲？这可能是水果。不是，应该是跟动物有关的。我觉得是臭鸡蛋，或者是什么烂鱼。鱼。请两位准备，这一题的结果是。OK。耶！耶！耶！耶 ！Oh my God！ Baby， 你拍在里面了。Oh my God！ 拍下去了。哇塞！我的妈呀！没事吧？我没事。但是我每次被拍都很疼，反而用脸拍没有那么疼。我好像发明了一个不怕非礼的方法。请朱亚文、白宇出战。我就觉得是我，太好了。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热心市民是一名交警。哎。
不改色。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这是什么尾气。对。请两位写下你们认为正确的答案。有尾气，尾气，尾气，尾气怎么可能？哎，那个稍微等一下啊，我可以那个保护一下自己行吗？你要干嘛？脸基尼。有这个好哎，还好。你是来演美国队长的吗，兄弟？给他披个 A 在脑门上。答错的成员是。请热心市民为大家揭晓。今天我带来的呢是二锅头，但是那个也算垃圾吗？酒是个好东西，但是和我们司机如果碰到一起的话，那我想应该就是个垃圾。那我在这里呢还想提醒一下大家，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好，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下一位，他是我们之前见过的兽医。嘿，这回就该拿点硬货了吧，这回咱俩硬货啊。哟，没反应。猫屎。脑子里闪过了一万种物品。我闻下去吗？比较适合你。比较适合你。已经给你们提示了啊，刚才老师经过李晨的时候说比较适合他。又是猫屎，我的猫屎，再一次登场，再一次登场。白猫，白猫，啊，错了，那好，那我，花猫，花猫，花猫，我在家两岁，你给我。这个题真得请老师来公布答案。好，这是一个英国短毛猫用过的猫砂。我们先问这只猫是什么颜色。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白色，白色。哦呦，还说我，还说我。是公还是母？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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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错。再问一下，这个猫的年龄是多大？两岁左右。我这必须骄傲一下。两岁左右的白猫，我给你一个湿乎乎的拥抱。对。真的，认了，认了。接下来我们请两位垃圾大王登场，有请。哎，King of the garbage， 王中王，有请热心市民。有你豹一般的鼻子。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再来一下，真闻不出来。哎，哇，那个圈好远呢。你错失了这次机会，已经没有了。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再来一下。是一道菜，乱炖。公布答案。有难度。海鲜。什么？奶油。
葱油饼加芝麻，加点小葱蘸麻酱。哎呦，请准备。等一下，导演。我先带一下那个白宇送给我的礼物。白宇，为什么我没有？我们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们没有？我们为什么没有？我也要低点，再低一点。来，我帮你弄。不是，我帮你弄。不，没弄好。我跟你说，正确的戴法是这样。啊，这样更像阮经天了。兵马俑，这一期啊，不，这一期就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绿布，你想批谁，哪个嘉宾都可以，你给批成刘德华、张学友、金城武都可以。这一题的答案是。吓我一跳！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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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来。哎，你告诉我，你嘴里喷出一股烟，你得吸了多少？你告诉我，烟民从嘴里直接喷吸了一口二手烟，完了，哎呦，笑死我了！请两位公布答案。什么？我认了。放屁！一种闻了可以让大脑短路的毒气，你们俩一起走吧。这个是韭菜花，韭菜花，韭菜花。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我们前面也见过的品酒师。我拜托你给我们闻一点香的东西，好不好？这个你要坐稳了。好，坐稳。坐稳。我已经闻见了，好臭！他刚才过去就已经臭了，好臭！我已经闻见了，真的，我已经闻见了，是香的，对不对？啊，也是臭的，排名榜第一，我敢说，真的假的？啊！叶玲，这是如何？Oh my god! Oh my god! 这度数有点高。好，请两位公布答案。去你的！去你的！
里面的，原来陈叔的脚是这个味道。哇妈！我的脚臭吗？纯的，你的脚踩在了阴沟桶里，站一站。不是不是，这个踩上踩这个了。踩着，我不录了。我们来公布答案。这个我看过，跳水牛蛙。我先感受一下那个坐在那儿的恐惧。哇塞！每组一名成员听写歌词，另外两名成员坐在倒影上。回答错误字数最多的一组落水。请出第一首歌。阴谋，计谋的谋，阴谋阳谋。你用阴谋阳谋明说。先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全对吗？全对啊。暗夺，暗夺。要接受惩罚的是粉队。别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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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出汗了。哇，这有点紧张的。这个不是我，我都有点紧张。会按错的，手一抖就别就别就别就坐好了。对，我们上海之前你告诉我没事行吗？看我走了，我真的慌。哎呦，不行，太紧张了。我的发型白做了，没有发型了已经。你要帽子吗？要。王苏龙偶像包袱，180斤。哎，请出歌。赤脚不害怕。可以再放一次吗？吹呀我赤脚不害怕。两题吧。哦，都对了，都对。哎，太简单了，而且放太多遍了，只放一遍。导演，哎，有人说太简单了，他们在质疑。导演，我觉得你们很棒，但是有一点点小毛病，就是你们放太多遍了。你们可能是太忙了，各位导演。不是对导演组。放音响的那老师呢？我真的不是针对某个人，我是说你们全组，你们全组。来上歌。优雅的漫步绿点的草坪，人鱼在时刻墙壁弹奏的抒情。老师，这回可能得再放一遍。我太年轻了。老师，刚才嘛，我们队确实说的不对。也会笃定优雅的定颜色。你看你也会唱下去，唱不下去，就是也会笃定优雅的定义，反正大概齐了。乐坛的舒淇也会不停拥抱，用拉丁式的秘密。咱可能错了，人都有拉丁式的秘密。拉丁式。现在来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啊，我们对了后面这几个字。拉丁式的秘密。哦。可以，稳了。坤坤没事的，真的。没事。It's okay, it's okay.
完蛋。就我不会啊。怎么变鸡蛋糕了？我觉得是，真不是，这题绝对稳了，别再下去了啊！这题绝对不会下去。这题如果我们输，我就从这六个一个下去一次，一个下去一次，下去六次。如果这题我们输，我也六个下去一次。鸡蛋糕和你嘴角果酱，我都想要尝。鸡蛋糕甜蜜，嘴角果酱，我都想要尝。还鸡蛋糕吗？是鸡蛋糕吗？赶紧下去吧，别在这等了。加油！天哪！哇，好可怕！看到了两个巨人。下一题是抢答题。我们专门为大家请到了桂林本地的说唱爱好者和 B-box 达人为大家出题。郭老师好，郭老师好。他们会用说唱的方式念歌词，三队抢答，谁答对了，其他两组倒下去。率先答对歌名的人获胜。答歌名啊？行。不是这样，我们一会儿该崩我的时候，我再坐这儿来，行不行？我现在坐这儿有点害怕。可以，真的不吓人，不吓人，不吓人，我保护你，好吧？你保护我，我保护你。他一弹，我就给你踩住了。对，行。他一弹，我就下来。请出第一首歌。剪一段时光，慢慢的流淌，流进了月色，总微微荡漾，总微微荡漾。荷塘月色。凤凰传奇。剪一段时光，缓缓流淌。哇，钟声好强啊！哎呀，玲玲要下水了。心里体验一下，体验一下，体验。没事没事，体验别怕别怕，关键想出来，没那么吓人。我心里你可以的，没事吧，麒麟？我要上岸，别上岸，他上岸。不是，关键我也回答上来了，凯哥手没有你们快。真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我跟着我拍荷塘月，荷塘月色。流进了月色，总微微荡漾。荷塘月色。凤凰传奇的。让你们那儿已经说了。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把话都说不出去，勇气是天意把话都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有点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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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甜。有点甜。回答错误，回答错误。不是不是不是，一路上有你。张学友。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我欠你们的。是上辈子我欠你的。你知道吗？爱你妈，爱你并不容易。我说怎么这么熟啊？这个游戏我们下去就结束吧。这游戏都快结束了，周深还干着呢，周深还干着呢。这样的，我们这一题不惩罚了，好吧？我们还是听歌词儿。好。为什么改再一次，就为让你下水，你知道吗？来，请出歌。我跟沙溢老师两个人每一轮都只是这样看着龙龙。是手腕，他写的手腕，我改的是。找到了蓝队的弱项，蓝队输了，蓝队输了，蓝队输了。
蓝队输了，蓝队输了，蓝队输了。蓝队也会输啊？就我们付出多大代价呀？夸夸夸往里跳啊！你们队也有今天。这就我错了，没有下去。下吧，下吧，下吧。你不能一个人干着呀。来来来来来。加油加油。可以吗？真的不行我来。没事我可以，没事我可以。你是一条鱼啦。我现在都已经习惯了，我上来我还觉得没有回归我的大海。OK 吗周深？我可以，但是我隐形已经冲掉了，我看不清大家。冲哪儿去了？我不知道。冲池子里去了。等一下，眼镜啊，眼镜掉了。不是，是冲池子里。等我一下，隐形眼镜是这么找的吗？在眼睛里，他转在了眼睛里。啊，回来了，啊，回来了。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找隐形眼镜是这样吗？来，等于先把李老师弄下去。好，过来，过来，过来。你的歌，你们上那儿干嘛？不，李老师，你穿的是蓝色的衣服吗？他坐这儿，坐这儿。你小心，他把那个标贴到你身上。什么标？标没有了。那为了公平，我们队也可以不要杀一哥，不要杀一哥。你去那边吧，杀一哥。来来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人家不要你了，人家不要你了，你过来。都知道我多余是不是？人家不要你了。行，我在这儿干扰蓝队。好嘞。请出歌。有个地方睡觉吃饭，这首歌我可太熟了，这歌我真会。日夜颠倒连头困，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日夜颠倒连头困，墙板被我砸烂，对吧？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万人请亮题板。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哦，都对了。哎，完了，背诵全文了。没有，写错了，写错了。我给你标个音啊。别改，别改。没改，写拼音的。他们还涂了一个字儿，太过分了。砸砸，我他之前写的凿被我凿烂，我都看见了，讲的是凿壁偷光的故事吧？我知道，成语改的就是这个。砸砸砸砸砸，这一轮答错的是粉队。哦，荣浩，你是那个队的。我蓝色了，我蓝色了。你们那不是我错了，我是这个队的。刚才是他们队把我清出来了，我从那一刻跟他哥跑断义了，就。我不是那队，我是蓝队的。快点的，你这你哥，你这我来。快点走。你变得挺快啊。不是，你刚才答案出来了，你给哥一看，我说对对对，一个字都不带差的。我们是要三个一起下吗？没有，我帮你下就行，你坐着吧，加我一个吧，好不好？是吗？那坤坤替我吧，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你。没事，我想玩。谢谢坤坤，谢谢坤。这样，我们大家一起接受一个惩罚，就最后一个环节啊。这怎么到我最后又成一起了呢？来，大家一起接受一个惩罚，快快！你看看现在坐在上面的，没有一个是粉队的。我不同意，我现在也不是粉队，我黑队的。我黑队的，没有回归我的大海。沙一哥太惨了。每个椅子上都是最后一个下水的，他太重了，太重了，抬不动。哎呀，没办法，没办法，哎呀妈，就这么跑也没跑了。点亮